这也是每年微博之夜大家最期待的一个环节之一。是。哎，也有请我们作为艺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大家互相谦让了。对。互相谦让的啊，因为大家互相谦让，所以这个环节通常要进行半个小时左右。好，来有请。有请，来吧。来，有请各位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各位嘉宾，三位朋友，三位嘉宾，一个按钮。对，我们一起伸手，用点赞的手势，一同点亮仪式台上的微博徽章，把周深请到，对，好，来，来，好，好嘞，来，我们三个人一个按钮，我们把手都汇聚到微博的徽章上来，好，我们一起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做好准备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可以稍微的，就是。一点点，侧个身，侧个身，哎，对，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往中间走一走，好不好？齐心协力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准备吧，我们一起倒计时，好不好？来，十、三，有没有点默契？二、一，点赞。各位朋友，2022微博之夜就为您呈现到这里了。特别感谢本次活动的总冠名纯真的大力支持，让我们和纯真一起回归纯与真，回归纯粹与真实。感谢本次活动的官方合作伙伴全新林肯 Z， 智领新生代轿车全新林肯 Z， 以50项豪华标配，智享全能，瞩目登场 Z 就对了。感谢官方合作伙伴 CPB 肌肤之钥， CPB 肌肤之钥，殿堂级护肤彩妆奢品，见证光耀之巅。感谢大家在官方直播平台微博直播收看了2022微博之夜，也感谢爱奇艺、芒果 TV、 腾讯视频、优酷、咪咕视频对本次的大力支持，谢谢，再一次感谢您的参与，我们明年